据媒体报道，3月26号有网友爆出范冰冰在北京开的美容院举办开业剪彩仪式，李晨、范丞丞、张钧甯、马苏、胡兵、安胡等明星都现身支持。3月27号，服装设计师张帅在微博发布一张网传范冰冰美容院开业剪彩的照片，他还在评论中解释，我这两天秋冬大秀正忙，他去美容院帮我看着内部怎么装饰去了。辟谣近日关于范冰冰开美容院的新闻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